草莓的季节到啦，我又发现了一个草莓的新吃法。下锅煮出所有的精华，揉捏成光滑的面团，一压，刀子一刮，煮到浮起变得半透明就可以了。草莓蒸蒸打底，倒上草莓果肉，我用的是椰汁，你们也可以用牛奶哦。来，先给你们吃一口。